刚才是高峰，嗯，栾云平是，这俩说的十八愁绕口令，这不好来，嗯，挺难，看似简单，嘴里边得干净，是为了说这高老师都拿八四漱口，嚯，后台喝都喝威猛先生，牙都掉了，那头发都没了。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。嗯，一看见你们哥我就高兴啊，尤其到这个点了，十一点多钟了，是这个没走的应该就不走了。哦，不走了。你想啊，住着远的，等地铁的，蹬自行车来的，嗯，那得赶紧回去。嗯啊，剩下这些位呢，或者是踏踏实实的，或者就是没有家的啊，嗨。有的是姐们一块来的啊，有的是哥姐一块来的，搭个伴儿，有一家子一起来的，嗯，有的是带着太太来的，嗯，有的是带着别人太太来的，啊，这还有带着别人太太来的，请举手。哦，嚯，哦，哎，真不少，可不是吗？祝你们快乐并且安全。嗨、啊，主要是安全，别让人爷们逮上打得跟腿过似的。哎呀呵，说他救不了你们。为什么挨打？听郭德纲说相声去了啊！这屎盆子扣我身上受不了啊！谢谢吧啊！这个现在法律是这么规定的，是吧？嗯，只能如此。不像过去，你又不是皇上，好些个媳妇儿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好，三宫六院啊，六个媳妇儿，对吗？哎，怎么六个媳妇儿？怎么不是六个媳妇儿？三宫六院加一块这就九个了。有仨是公的。三宫六院嘛，仨是公的，就那六个愿意啊，嗨，这叫三宫六院啊。所以皇上的命其实也一般啊。啊，你想，一共这九个有仨用过的了啊？嗯，对，公的还不如是大财主呢。财主呢？三妻四妾二十五个娘们儿，好家伙，什么呀这是？您什么账头啊这是？怎么了？三妻四妾会是二十五个？三妻二十一啊，啊，加上那四妾二十五个。哎呀，没上过学。法和惩罚的，哎呀，现在没有这，现在就是一夫一妻，哎，仨人过日子，知道吗？仨人过日子，一夫一妻吗？一夫一妻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每人都如此啊！啊，好家伙，那够受的。怎么呢？你我来个妻子我还行，我得来个丈夫我。哎，您来什么丈夫？活不了，没听说过。反正我这人是这样，先要说结婚。啊，让我去一会儿喝个喜酒，热闹热闹。嗯，愿意，爱看搞对象结婚的，高兴。你要说谁死了让我去，不爱去。哦，心不忍，难受。当然了，你要说相声出殡，那另当别论。嗯，是吧？说相声要说死了，我得看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行就说瞎话，我怕他骗我。看看是真的假的啊？万一他假的怎么办呢？骗完了份子，他明儿上班去了。嚯，这行干得出来？这好。啊，什么人都是。于老师结婚那年就是，我多忙，我在外边，我结婚啊，回来准回去啊，来参加，就好参加个婚礼。那好，婚礼人还让我说话呢。是，那年我也没多大岁数啊。德刚说，我说上去啊，我说祝于谦老师的婚礼越办越好、嗯、啊。什么祝愿这？这有越办越好的吗？这怎么不会说话吗？当然，我老想后边以后谦哥再结婚，我再改，也没这个机会啊！你们别盼着了，就有这么一回就挺好啊！你这结婚你是一回啊，但是搞对象你可不是一回。搞对象那是以前的事儿了。哎，乐来乐来！哎，我干嘛这么高兴啊？看来下三滥劲儿大。哎，我呀，这叫什么词儿？头一回搞对象四岁。您说那是娃娃亲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他父亲。就是那个老人啊，你们怎么过去人兴这个啊？这定规一下，俩大人在一块儿，嗯，这家哎呀，我们儿子贺金天特别可爱，嗯，那家是个闺女，得了，咱们两家相好，做亲哪就做亲，这定个亲，光说大人好，咱老哥俩好，嗯，以后我儿子于谦跟你闺女结婚，你光知道我儿子于谦如何如何，你老提你儿子干嘛？点意思都没有。废话，大过年的你让我痛快痛快啊！你呀、啊，那我找谁去啊、哎、你找我来，我对吗？这小时候他父亲跟另外一个人，嗯，这咱定娃娃亲，嗯，我的儿子，你的闺女，两口子，对，这不糊涂吗？怎么了？那年他四岁，他懂什么呀？是，对吧？那姑娘没多大呀，十几岁，对吧？是吧？怎么着？反正你算吧，嗯，女大三抱金砖，对呀、啊，这姑娘大她四十多块砖，嚯，好，那会儿叫长城，哎，我娶一瓦匠，反正岁数大，反四五十岁了，好家伙，啊，那女的后来没见过吗？啊，见过吗？一罗圈腿，啊，大罗圈腿，背个发动机就是车子，哎，好，
就是撤了。后来没成功，嗯，再后来又十七八岁自己交女朋友，还搞对象，那算是初恋了啊，初恋了，粗心恋的，哎，啊，初恋，初恋，初恋，这挺好，但是也没成功啊，让他二舅给领走了，嗯，就是你现在的三姨夫。哦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？这是啊，闹不清楚，看到吗？这过去了，这过去了。哎，这好，这趁早过去了。这过这事我不提了，子当没有啊？什么叫子当没有啊？反正于老师最难过的时候应该是在二十岁上下。啊，怎么呢？一会儿边边大的孩子都搞对象了啊，对吧？就他一个人还守着寡呢。嗯，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守寡？一个人叫什么？单身呢？啊，那会儿还单身呢。啊，后来才吃的速效。哎，这嗨。心脏病是单身地完没有人，我这那会儿就一个人，对自己一个人也很难过。嗯，逢着这个春暖花开的，人家都一对儿一对儿出去玩去，是他自个儿一个人也难受啊。啊，上北京郊区踏青去，哦，踏青，哎，到一个公墓啊，我上公墓踏青去，也没事干，上那儿去，这是躲心静啊啊，看看这个坟，瞧瞧那个碑，嚯，哦，这儿哭一抱，那儿磕仨，我跟谁呀，啊，我这一上午啊啊，很愉快，特别开心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到中午了，该出去吃饭去了啊。吃饭，吃完饭，下午还回来，还有一半没哭过来呢啊，好嘛，我还真找不到。走着走着，哎，公墓大门这瞧一姑娘，哦，女孩很漂亮，是吗？啊，烫个头。拿着烟卷，拿着啤酒，哎，很有夫妻相，对。叼着烟卷，嗯，很高兴啊，啊，真是高兴啊！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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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，嚯，真能喝！谦儿都走过去回来了，是吗？看上了。我展示一下，来回走了十分钟。嗯，姑娘乐了，那是你脚底下有屎。嗨，你早告诉我呀！你谦儿乐了。行了，别甩他了。行，没想到往脸上抹，没脏没净的。我叫于谦，还握手。姑娘你好，我叫。王铁蛋，哎，什么名字这是？哎呀，好秀气的名字呀！怎么听出来？哎，好嘿，嗯，那个想跟你交往啊，哦哦，你愿意跟我好吗？是，好啊，啊，打这开始，俩人就开始走动了，这真痛快！你瞧瞧，啊，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哦，哎，夜深了，俩人并肩坐着，嗯，坐墙根儿这哦，肩挨着肩，手拉着手，多甜蜜啊！女孩问他。呀，这真挺好啊，这地儿挺安静。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是，那墙里边是八宝山。啊，我就没离开公墓，感觉高兴啊！看，抬头姑娘看看月亮。哦，哎，月亮没了。哟，民间传说这叫天狗吃月啊，这叫月食。哎，嗯，姑娘，哎，嗯，月亮怎么没了呢？嗯，谦儿哥给你讲，这呀，天狗把月亮吃了。哎，啊，真好，真好，嘿，哎，嗯，月亮怎么又出来了呢？嗯，这你不知道吗？嗯，天狗把月亮又吐出来了。对呀，啊，啊，真好，真好，哎，天狗也他妈浪催的，这什么话？这是搞对象说的话吗？就两个有身份的人呗，哪儿有身份了？这俩人就特别开心，手拉手啊，啊，沉默了有十分钟。是，女孩问他，谦儿，你想什么呢？啊。我跟你想的一样，女的站起来，嗯，臭流氓，他就没想好事儿，这俩人都怎么想的？这是，反正挺开心吧？啊，然后交往一个月，嗯，这天姑娘说了，我想上家见见你父母去，这好事儿啊，搞对象到这一步，基本上就算成了。哎，就没问题。择良辰选吉日，姑娘上家来拜见你的父母，来见面。你父母高兴坏了。是，哎呦，准备一切，哎，吃的喝的使的用的，瓜果梨桃，接待吗？嗯，门一开，姑娘进来了。哦，你母亲特别开心。那是，我妈，这是我妈妈的。我行了，行了，这是个料，拉什么山崩啊？他这，我妈哪有胡子？这是哪有胡子？哎，老太太拿我胡子，对，捋着护心毛。哎，好家伙，还不如留胡子呢。没有没有，老太太拿我胡子去，就是啊，老太太就高兴了。对，坐那儿坐那儿，哈哈哈哈。
要咬人呢是的。啊，姑娘坐那儿坐那儿啊，喝水啊。这么粗的，刮胡子，没事，真多，是真多啊。啊，坐那儿坐那儿坐那儿。哎，你爸爸也过来了。是啊，对你快坐。哎呀哈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这是。坐着坐着坐着，哎，坐着聊天呗，哎，就说话，喝水什么的啊。你母亲很高兴，闺女叫什么呀？啊，还这样。我叫王铁蛋啊。老太太高兴了，我叫赵棒槌。说这个哪儿有名字这？啊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姑娘说我们家单亲。哟，嗯，我跟我妈长起来，不知我爸爸叫什么。哎呦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不该问，不该问啊！就是母亲叫什么呀？啊，那什么，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闺女不能说妈的名字。嗨，但是我妈有个外号，叫什么呀？叫一枝花万人迷。这是好人名字吗？这个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嗯呀，哎呦呀，哎呀，行行行。他要唱了似的，有心情呀！这怎么就有这心情？闺女，你们家住哪儿？我说我们家住前门，前门大街有这么七八条胡同，也不是七大胡同，是九大胡同的。没有啊，八大胡同。你才知道？谁知道？就是八大胡同。小时候在那儿长起来的。嗨，你爸爸眼泪下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手拉着你妈，这手拉着于谦。哦，仨人噌进屋了，把门关上。老头的眼泪哗哗的。怎么了？谦儿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不能跟他搞对象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年轻时犯的一错误啊！这闺女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嘿，爷俩抱头痛哭啊！谦儿也哭，你好容易碰一合适，怎么出这事呢？是啊，老太太低头不说话，五分钟啊，这才抬头。哦，谦儿，怎么？你尽管跟他交往，没问题。怎么呢？你不是你爸爸的？哎，没听说过。我们家太乱了吧，这事儿。打那儿起吧，这个谦儿就好像受了刺激了，受打击了，每天就是喝酒啊，就是喝酒，以酒浇愁。瞧瞧，话说得好，酒入愁肠愁更愁啊，那没跑，没事就上酒吧喝酒去啊，去了光光喝。嗯，后来酒吧老板都认识他，老去呀。谦儿，我得劝你啊，这才多大，你要这样的话可就坏了。别喝了，行了，哎呀，啊，你这样吧，寡酒难饮。对，我给你介绍个东瀛女子怎么样？他还认识这人啊？谦儿一抬头，嗯，说的是呢啊？什么呀？我哪有这么一句呢？啊，找一东瀛女子好不好？是。阿里嘎达国队马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就别练了。脑子里想很多日本的英雄人物啊，武藤兰呐，藤井空啊，我呀，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那就见见。打这边把东瀛女子叫进来了，哎，啊，往这一坐，嗯。打宴喝酒吗？山东人呐，山东东营。嗨，好家伙，卖菜来的是？你要找瘦光的也有。不要，葱味儿的。哎，我还以为日本的呢。啊，你想的太开放了。打这儿起吧，一直就心情不好，一直到后来，啊，后来就认识我们现在这嫂子，我媳妇啊。那年她是出去拍戏去，啊，她当初说相声之前，有时候净拍戏去，电视剧、电影，是吧？啊，她要拍一个3D 马赛克版的《金瓶梅》嘛。那看什么大劲呢？这，她演的是后半拉的武大郎。哎呦，干嘛后半拉？开棺验尸的那个，烧完之后那是她啊啊，反正拍个戏吧。哦，就在飞机上遇见我们这嫂子了。哦，那会儿还不认识呢。是，俩人坐了一块儿，嗯，坐边上，可好看了那会儿。嗯，那会儿还是个姑子呢。啊，是姑子，是吧？是姑娘，还算是个姑娘。什么算是？那会儿还是个姑娘呢。啊，坐旁边，谦儿坐这儿。嗯，谦儿那天也是不舒服，难受，肚子胀。啊，早上起来空肚子，喝了一箱可乐。哎，嚯！啊，你想坐在那儿，他到机场就晚了啊，飞了一样的跑，嗯，坐住了这肚子气儿，你琢磨啊，自个儿捂着嘴捂着鼻子，怕这气儿从上面出来啊，是吧？上面是没出来哦，那就往下跑啊。于老师多聪明的人啊，嗯啊，哎，嗯，大姐，嗯，大姐，过来看看，来，嗯，我。于谦说相声的，说这个，现在演电视剧，嗯，我会学口技，你听我这个，嘟，还这玩意儿40分钟，哎，40分钟，哎，姑娘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说，这是口技吗？这个，再看前面空姐把降落伞都背着，哎呀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
不行就跳吧，跳哪儿去啊？这尘埃落定了啊！看见于谦了，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怎么没刚才就没看见？谦说刚才我这口气怎么样？啊，真好哦，就是你这嘴够臭的。哎，是嘴的事儿，留电话吧。啊，打上起来熟了。哦，一来二去的就追人家女孩啊，但是不好追，嗯，因为这漂亮女孩的事多的是呗，知道吧？是，不好惹，那也追啊，但是最后还是跟了她啊，还成了，有技巧，有什么技巧？冬天，你这嫂子就当初还不是嫂子了啊，那女孩打开窗帘一睁眼，哦，漫天大雪，哦，白茫茫一片，楼下地上站着于谦儿，冻得脸都红了，等着雪地上写着大字儿，我爱点点点点点。这女孩打楼上冲下来，一把就搂住于谦儿，感动，太让人感动。嗯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写完？写我爱你多完美。对，谦儿说是，我是想写完啊，尿不够。点儿点儿。就我这肾就别交女朋友了，你看这套甩，了解了吧？这了解什么了呢？这都真事儿，什么真事儿？其实那会儿啊，就是追的那个很多啊，高富帅、小白脸、官二代、富二代，是啊，有头有脸的，长得好看，大高个、英俊潇洒，各式各样都有，嚯，知道吗？最后选择了他。哦，有人偷着问过啊，说这么些人追你都挺好，你怎么选择一说相声的呀？对啊，那姑娘乐了，说什么？就选他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他不打呼噜啊。剩下那些位都打呼噜，这都什么评价呀？这是没有我，没有我啊！这嗨，提你干嘛呀？真事儿啊！不是，这你这一步走对了，是吗？嫂子家里了不起呀、啊！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，宦官之后，宦官是太监，那更了不起了啊！什么了不起？太监不行、啊，应该是官宦之后。官宦之后，哎，嫂子他父亲是蒙古国的海军司令。哦，那是有海吗？叫海军司令。反正国王说了，什么时候找着水，当时就上任。对，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，哎，也不算闲一辈子啊。你看五个孩子呢，啊，他净生孩子了，在家四个儿子一姑娘啊，四个儿子，魔力青，魔力红，魔力瘦，魔力矮。哎，好，四大护法，会弹琵琶，会玩雨伞，会耍那蛇。哎，行了，打孙悟空救他们，我用不着。哎，就这么一姑娘跟了他了啊，好不好？还不错，太好。啊，嫂子长得也漂亮，是吧？大个儿，大眼睛，尖下颏啊！每次看他媳妇儿，我都想想什么？葫芦娃会来救我的？哎，妖精啊，是怎么？什么叫妖精？那怎么了？长得很漂亮，那是。哎，你馋了是怎么着？馋了是怎么着？好，确实好看啊。嗯，好。哎，真好。你先咽了得了。嫂子每次见着我们，我们都特别规矩。哦，你别看跟这儿逗着玩瞎说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就对，不许开玩笑啊！多得一见面都规规矩矩的啊！嫂子好，瞧瞧这嫂子有个大家闺秀的状态，是死鬼，小没良心的，这是大家闺秀吗？这老摆上一个那个收费的状态啊？哪有收费？收什么费？就是咱客气气的啊！好，嫂子好。也不上家去，在家吃豆腐去啊！吃什么豆腐？炒菜，炒菜，他会炒麻婆豆腐啊，葱烧豆腐，这类他做的特别好啊！哎，上家去，有时路过呢，我真进去看看他啊。哟，谦儿的家、嗯、进来了，嫂子在家呢，谦儿哥呢？你来的正好，哎，刚走，哎。刚走叫正好啊！你这事闹得差一步吧，是吧？嗯，炒菜吧。嗯，米饭、麻婆豆腐，来这各种老有豆腐啊，吃吧。吃完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您手艺真好。嗯，行了，啊，洗澡吧。啊，洗澡？洗什么澡？水果那冬枣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，那，你以为？我以为凑吃点苹果就得了，吃什么冬枣啊？啊，这是嫂子是真好。实话说，结婚一晃有好几年了。后来就是在我们这些朋友的帮助下，又生个大胖小子。没有，生孩子用帮助啊？我们劝你没劝你？劝什么呀？多大岁数，快40，赶紧要孩子吧！啊啊，给他做思想工作，这就是帮您。早说呀！哎，有一大胖小子，可爱之极。嗯、哎，叫郭小宝。嗯，没听说。
我儿子姓郭呀。列位看见了吗？啊，做好事不留名。哎，什么好事儿啊？留个信儿得了。得姓于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宠孩子的人。那疼，这算是老来得子了。是啊，哄孩子玩，为孩子可以把什么事全耽误了，不干了。哟，跟儿子在屋跑啊，高兴追，嗯，捉迷藏，嗯，孩子热了，把衣服全脱了，光着，一丝不挂。嗯，他为了配合孩子，也能全脱了。我也不穿啊，一丝不挂，光着屁股。哦，有时赶上他父亲在，也是全脱了，爷仨。祖孙三代光着屁股跟我跑，好家伙，我赶上过。是吗？一开门，哦，啊，撞山了。哪有山呢？哪有山就撞山了？行，撞定。每隔一个小时就得给孩子打一电话。哦，哎，到外面，喂，哎，你猜猜我是谁呀？还猜呀？逗孩子嘛。嗯啊，对呀，我是爸爸，我想你了，我再有两天就回去了啊。嗨，好孩子。嗯，挂了。过一个钟头，喂。你猜猜我是谁？也够贫的。对，我是你爸爸。对，啊，有两天就回去了啊。老这出。哦，你前两天出门上山东出事儿了，嗯，手机差点掉厕所里。是啊，拿电话咔嚓一下掉那儿。捡啊，卡在那儿。啊，要捡也没捡。嗯，来一短信，轰下去。哎，还不如直接掉下去。打厕所出来就哭可了不得了，手机丢了，跟儿子联系不上了，至于不坐地上撒泼呀？啊，后台都劝于老师，别拦着我，手机丢了，找我去了，您给看看吧。我说您怎么了？我手机丢了，跟儿子联系不上了，你再买一个去。对呀，完了，这不挺好劝的吗？这买去了。啊 ，iPhone 12，有这款吗？乔布斯的干庆就研究着。好家伙，这儿子打一电话，又来了。喂，猜猜我是谁？嗯，孩子问你是谁呀？哎，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？啊啊，那个晚上妈妈跟谁睡呀？啊，王叔叔，我去你！后来啊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接着说。哎，谢谢。哦，来来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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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样，于老师？行吗？来了，还有没有？来，都尝尝，都尝尝。挺好啊，挺好，我都没来得及反抗。那是。我脸上有鼻涕，谁呀你？我感冒都不行了，感冒、肺炎、艾滋病都送上来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！啊，行，我都看见要吐，我告诉你。啊，这个谢谢大伙儿吧。嗯，来就来，还买东西是，买票了就够巧，你花这么些钱，嗯，你让其他没花钱的观众怎么办？哎，什么话呀？谢谢吧啊。嗯，跨年了，还有个几十分钟到新年了，咱们今年。就算不错，世间末日也看过去了啊！不愧是挪到明年啊！不是，这谁说的？您说点好的行不行？后台有叫高峰的啊，就恨世间末日，是吗？啊，因为去年元旦前后有人告诉他世间末日啊，还给他写个条是吧？12/21，12月21号嘛。嗯，高老师以为是1月22号。哎，嚯！反正一月底之前，家里钱全花了啊，家具都卖了啊。到一月底，现在没辙，满处借钱活着。这一年可算熬过来了，谢谢吧。嗯，大伙儿都跟我们熬过一年。是，郭德纲于谦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嗯，就两个普通的手艺人，凭能力吃饭，难为各位花了钱这么远来捧我们来。嗯，我们哥俩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是吧，这个大伙儿爱听我们这儿瞎说，相声说句良心话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嗯，但是呢也是最复杂的。哦，有嘴能说，但说好了不容易。是，好演员就是什么场合都能说，这行很奇怪，因为他一半是心理学的东西。嗯，包括演出500人的园子跟540人的园子表演技巧就不一样，啊，就差这么多。哎，你去出去慰问去，你给什么样的兵演，给什么样的观众演不一样，给孩子们演3年级的和4年级演员的技术都要调整。哦，所以这行挺
难就难在这儿，嗯啊，尤其这种卖票演出，这跟这个录晚会啊录什么也都有区别，不一样。这么些年来，谦儿哥跟着我，就算是走南闯北，东挡西杀，嗨、哎，也挨了不少骂啊，是也挣点钱啊，真是啊。不管说多的委屈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咱就忍了吧。其实我们就普通的艺人，也不比谁高多少。难得列位这么捧，这么支持，啊，还挺爱看我的。你们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可能你们也是看那高大全的那个帅哥们看腻了啊。拿我们解乏这是。哎，对，换换口啊。那个什么话这就，可不是换换口啊？我说你不能随着我去。是吗？那当然了啊！再来啊！再来！哎，这个于老师是个好人啊！我还是随着你说吧。俺小时候我们俩在一块儿，嗯，曲团学员班那会儿十几岁就在一块儿，嗯，老大哥比我大四岁，对，大四岁，那个他其实根本不是一届，嗯，他溜了四年班，一下溜四年班，一般都一边大，他凭什么他大四岁他在我们班啊？蹲班嘛，啊，然后最后就搁到我们这儿了。老师也是，你看着点吧，别咬人就行了。这什么话啊？别扰民就行，是这个意思。扰什么民呢？哎，他可不扰民，他不惹祸。是我们净惹他。我老实，没着过急。嗯，他一上厕所，我们准跟着。干嘛？是每次于老师上厕所，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是他那一上厕，偷了走，我这走啊，大伙儿我都去，一帮同学啊跟着啊搞厕所。干嘛？看着，人家没事儿，解裤子在那尿。哦。谁把水管子开开了？不是，我就这么尿，至于落一字吗？呢？我给你让着，你说话。你就在尿的当间儿，没尿。我们都看着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来吧，来，我准过去，我习惯了。站在他后边，再蹬着裤子，走。哎，嗨。扒我裤子，扒裤子啊！没急过，这是急什么呀？大伙儿哗一乐，他没事儿啊。反正到后来也不行，嗯啊，你老这样他就腻了，知道吗？你们腻了啊？我们倒还行，他上校长那给我告状去，嗯，校长正开会呢，大会议室，校长、副校长、主任、年科主任的所有老师连男带女坐一屋子啊，夸门一开，谦儿进来了，是校长你管的吗？啊，郭德纲净扒我裤子，对，校长很气愤啊，把裤子提上。还没提上，我缺心眼儿，就这么些人，那么冷的天儿啊，厕所在后楼，你竟然走三公里走那儿来？这好家伙，提上，我赶紧提上，提上之后转过头来也得说我啊，你这孩子怎么淘啊？你别逗了，他缺心眼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谁缺心眼儿？你惹他干嘛呀？是吧？以后再敢扒裤子，请家长啊，小孩就怕这个。请家长，我爸去打我一顿，那受不了啊！我们可是习惯了。哦，于老师一有尿意，一看他那脸色，哎，啊，来了，走，跟着。我把脸都憋变色了。啊、他头里走，我们大伙后边跟着，到那看着。哇、哦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不让扒裤子，不急死了，一点课余活动都没有了。这什么课余活动？不让扒，那这样吧，啊，到跟前抓住，嗯，走，哎，急上了。还不如扒下来的那个，看着没憋死，缺了得了。大肥裤到这儿，怪货，好家伙！哎，回家之后呢，跟他妈还说啊，为什么他们都扒我裤子？嗯，老太太乐了，哇，这又来了，这还没改过来这习惯。这行了，是你长大了啊！你现在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逗你吗？是因为你不穿内裤啊。你得锻炼穿裤衩了。哎呦，你看看你父亲已经穿裤衩了啊，刚穿的是吧？你要学你父亲，早就该了。穿裤衩有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？既干净又暖和。哦，他哪习惯呢？啊、穿吧、嗯，转天穿上裤衩上学去了。嗯，到厕所方便。哦，那天肚子不舒服啊，想大方便，借大手啊，解裤子，可他只习惯于解外边的裤子，内裤没脱，没脱裤衩就蹲下了。啊，方便完了，一回头。真干净，哪儿干净？系好裤子上学校，嗯，往凳子上一坐，哎呀，怎么真暖和？哎，后来呀、啊，哎，行了，
这玩意儿全是连续的，就爱说谦儿哥这都真事儿。嗯，因为谦儿哥说这整个这家庭为中国相声界奉献了多少素材。哎，也就是您说呀，好多人指责过我啊，你老说人于谦儿，说他父亲，说人家母亲，说人媳妇，说人孩子，你有意思吗？嗯，我说那怎么办？说你，说你他就打起来了。哎。演电视剧那个，这是这个爸爸，你这是假的。嗯，演电影这跟这踩一面包睡觉，你这是假的。啊，你拿眼瞧着你没事，我们俩这说一句你都接受不了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相声是通过语言描绘出人物、故事、场景。嗯，这是最高明的技巧啊，不是小品，小品是直观感。同样的事情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人化着妆演小品，演这个人物跟台上摔一跟头啊，或者弄一滚狗吃屎，你觉得你能接受？哦，可演员说，哎呀，刚才有个狗吃屎，你觉得肮脏？毛病不在舞台上，毛病在人心里，心脏。嗯，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同样的事情我们俩不说出来，哦，我们演出来你就能接受了。演，我们俩演个小品，哦，我占个胡子，我演他祖宗啊，然后我你先，我从这过来，不，咱就还说相声挺好。本儿还小点儿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你得你认得我这么一个啊，算了，完全海甭认了啊，这它是直观感的东西，你觉得你能接受，哦，但说出来的你觉得脏，嗯，这是你思维的问题啊，哦，你会有一个主观意识，你会觉得怎么怎么着，就跟这个观众打开电视看电视一样，嗯，人要演电视剧，这张三你不认识他，嗯，第一你不认识他，第二你不了解他，第三你都没多看过他，但是你可以从内心我就恶心这个人，哦，我就看着就恨他。不喜欢，我就看他不是人，其实人没招你，你也不认识他，嗯，从心理学上说这叫刻板偏见，哦，这个很正常，是 啊你想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候，嗯，看新闻因为这主持人讨厌，嗯，爱你哪儿疼了就讨厌，就是我就瞧你别扭行不行，行，既要卖脸朝外，你干的是这个工作就允许人去点评，嗯，很正常，对，是不是，包括说谦儿哥这是为了艺术，为什么呢，我要最快的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，我不能耽误，同样一个事儿，谦儿哥他父亲如何如何，一说一乐的事儿，你看到他，你会想到有一个可爱的老头。如果说我们俩这样说，有一老头住云南昭通地区什么什么大街多少胡同几楼的王大爷，他们家街坊的事儿，你也不爱听，我也不爱说，就把这门艺术毁了。最重要一点，我说他，他都没不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哇塞，是不是？你来问一下啊。啊。同着广大的亲爱的观众，同着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为了中国相声事业，为了艺术，我说你，你愿意？这真不好说的。您那儿把我豁出去了。不过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这说好话，愿意啊！再来一个啊！把我摁瓷实了再说一个。跑跑相声四门功课啊，不完全是说就得说于谦他们家，跟他是能说吗？能说。打这儿起说三五天是没有问题的，他们家的故事实在是太多，没那么些的。但相声是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嗯，不同的场合要适应不同的观众口味，是，比如说这儿坐着300个资深相声观众，嗯，他都了解相声那么好，我就给你说点那个解放初期就濒临失传的节目，你会听着很开心，嗯，但有的时候是普及，来这么几位人家头一回听相声啊，你上来给他讲文言文，他也死了你也死了，不行，今天现场3000观众，3000观众里有100观众是资深观众，对不起，我宁可退你票，我就不挣你这钱，嗯，为什么？我不能因为你100人耽误这2900人，嗯，这没有办法。但是呢，在让您接受的过程当中，逐渐的普及相声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哦，刚才咱们讲了相声四门功课，脱鞋就唱。嗯，那么说脱鞋就唱，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。对，唱分两种，一种是太平歌词，这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是，有人说，哎，这唱不是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歌、唱大鼓吗？那算学。那算学里边的学唱，不算唱，为什么呢？京剧有专业的，评剧有专业的，唱歌有专业的，唱大鼓有专业的，你唱的是学人家那个专业，那不是你的专业，但是太平歌词是我们的专业，哎，这个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，你包括于老师都学过，都是小时候啊，都在太平间学过太平歌词，对，太平间学，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再学什么都是学唱啊，包括街头叫卖我们都得学，叫卖也得学，现在没有叫卖啊，是啊，小商贩叫卖，过去行，过去挑个扁担出去吆喝去，走街串巷大伙儿听哦，卖东西来，现在你上马路上你敢吆喝，两声就把城管招来了，是吧，就唱不死你，是吧，
但过去这个季节，北京城卖青菜的吆喝是最好听。怎么吆喝？挑个扁担，前后箩筐，十几件青菜吆起来跟唱歌似的。您学一学。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松仁青菜来扁豆，茄子黄瓜架冬瓜，买大海茄，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莲儿的香椿的蒜儿的好韭菜。哎，您大方，卖菜的。这个季节卖糖葫芦也吆喝哦，糖葫芦是北京城吆喝好听，悠悠荡荡，飘飘洒洒，什么味儿？蜜来冰糖葫芦来哟，葫芦，哎，是这个味儿，糖葫芦。对，到了天津不叫糖葫芦，那叫糖墩儿。哦，一个一个的果子拿糖堆在一起叫糖墩儿。对，吆喝一个字儿，吆喝墩儿，怎么吆喝？加字儿了，大红果的糖墩儿，告诉你这是山楂的。对了，啊，这也是过去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花样更多，更能吆喝了。你现在做个苹果的吧，糖墩儿可以吆喝。苹果，哎呦，的啊，还有英语呢，这里外国人吃啊。啊，香蕉的行吗？我的，橘子，啊，这儿的，买。面的馒头，买的馒头，废话，买馒头，废话，你家拿面蘸糖汁吃啊？现在没有吆喝的了。哦，前两天我瞧你，给我乐坏了。是吗？我上天津去办事儿去、啊，天津街上有一人卖光盘的。光盘？我一说卖光盘，你们就懂了吧？懂什么？啊、哦，我提醒你呢啊啊！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了电影。您就是卖那个黄盘的。哟，对，这是行家啊！那您一说我就懂啊。挎一兜子，哦，装着好多盘，两手拿着很多啊、哦。左右看看有没有警察，有没有城管，没人逮。一嘴天津话吆起来，都乐坏了。好嘛，改二人转了。我还会一那个哪个叫不上名来？你唱吧。你爷爷我小的时候，哪有这词儿啊？就在这里，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呀、啊。算我嘴欠啊，真便宜就上，这是便宜吗？这一点都不厚道啊、哎！这个大伙儿那么喜欢就过年了是吧？啊，我知道于老人会摇滚，给大伙儿先摇一个吧。我先摇一个，后管一个，大伙儿爱听哎啊，真听啊！没什么心情啦，又唱个老歌，看你的观众，嗯，这四个，哎，这四个。好吧，唱一个，唱一个。好、啊、我还没唱呢，没唱，捧早了。你唱完，我给你来，快点一支啊！唱一个假行僧。好、啊，好吧。崔健的歌，就唱几句。哎，什么叫再来一个？哎，这姑娘别闹啊！好好听，再让于老师亲你一口，蹭你脸鼻涕，我告诉你，你敢在这儿蹭？来啊！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